我捅死了，失了智了。我一直望着啊，兄弟们。那算了，还是先刀个人吧。我清理个老利索。食堂，我在食堂做，我在食堂做任务。我是好人，我在食堂做任务。啊，死了两个。谁不在视线里？我从那个就是食堂这边绕更衣室这边，发现花泽没了。我们刚刚一群人全在一起，有谁？我刚刚阿萨不在。去那个管理室，去完管理室去办公室，然后我就往这边走。哎，我在库房，我在库房做任务呀，我在库房做任务呀。我想从库房到左边那个房间，但是发现没有，但是发现没有门啊。铁哥，不用再说了，狡辩。铁哥阿萨，铁哥阿萨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是我啊，秦九？不是我跟，因为我们刚刚一堆人都在一起，我们所有人在一起，所有的任务条都在场。你没想到吧？我们抱团。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，我们所有人的任务都在场。要不你俩不在，试试。要不你就骗我，你试试。不是，哎，看看咱们能不能。不是，哎，为什么直接就确定？哎，不是，为什么直接确定我们两个？为什么直接确定我们两个？我真在库房做任务啊。我还有一种可能，兄弟们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阿三跟铁哥都是狼。我也觉得是他，我也觉得是他俩，兄弟们。因为我们刚刚都在抱团，然后他们两个自己去实验室，然后死两个人。对，因为前面 CD 没有这么快，他们双刀，一人刀一个。对。OK， 这轮铁哥，下轮阿三，直接去按那个紧急会议。我搁那做任务也做不了了呀，也没什么能做。阿三，完全不想听你说话。直接紧急会议，紧急会议，先铁哥再阿三，因为前面 CD 不可能刀两个人，对，只能是两个狼在一块刀了两个。我铁哥跟阿三 不说话了，沉默了。等一下，哎，你们刚才一直在，哎，你们刚才一直在针对我们两个，我没有空说话呀，不是，哎，我真在右下角做任务，人在哪死的我都不知道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啥针对你俩？因为因为我们全都在一起。反正不，我看监控确实有个人在右下角。是啊，我就在右下角啊。然后中间那个去污管道有另外两个人，我不知道是谁。然后两个挂了。对啊，我哎，不是，刚才谁在看监控？快救我一命！我真在右下角，他都看到我了。有个人在右下角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。那就是我呀，就是我。前面第一轮刀两个 CD 没这么快的。不是也哎，没有人承认在右下角，那就是我呀，我真在右下角啊。哎，那头怎么还有三人刀啊？我们五个肯定不是嘛，下把就不到阿三呀，我觉得可以拉警报了，我觉得可以拉警报了，这不抢完了，铁哥是狼的，拉警报阿三，第一波呀全死了，玩个屁呀，我操！这啥呀？要不要狡辩一下阿三？不是，把三加我都没有动哎，那你掉吗？我没有关系的呀，反正咱们跳出去现在也输不了，没事的，一个一个来嘛，无所谓的呀。阿三这么坦然，我又觉得有问题，兄弟们。不是真的，现在票数也输不了，可以的，没关系的，咱们只要挨个好的测试，要不就是 NONO 在带节奏，要么就是前面那个哈鱼在带节奏，你们先票我也可以的。我带什么节奏啊？我一直在保你的呀，我带节奏。哇，啊，我没听着啊。不说了，我说下面有一个人了，我靠。我先票他，我还是不管。说实话，我就觉得阿三是狼，这两小过。我也同意，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思路是对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赢了，兄弟们，这把赢了，换地图玩了。好难过，阿三杀昏头了，阿三已经。来吧，我都没杀过人呢。快，阿三别笑了，笑场了。笑场了。大家投的都是你，你别纠结了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如果我刚上来就被我就杀人的话，我上把刚被杀，我有这么傻吗？有来吧，三江，快投自己一票，尊严一点，三江。很无语啊！你快快快，票反正再等等吧，我这我们都票完了，你票你自己。我们所有人都票完了，三江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哎，三哥，弹幕说咱俩是卧龙凤雏。不是，我刚办完任务回来，又被阿三给捅死了。真的服了，太明显了，你俩。今天怎么不动了？哦，算了，马上做任务去吧。先做任务去，先不给你清理了。假装卡机，实则等杀人 CD， 怎么样？这招怎么样？没关麦，兄弟。
这招太棒了，梁子，这招太棒了。今年你没关麦，大连你没关麦。假装卡技似的，等刷个 CD。我不玩了，有点过于太棒了。今年没关麦。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啊！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结束的。我忘关麦了。今年假装卡技似的，等刷个 CD。假装卡迪斯都等杀人 CD， 假装卡迪斯等杀人 CD， 好了，别重复了，我求你们。